Lucy， 哥，你这么晚才下班啊 ？Lucy，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哇，都是名牌啊，出手这么大方，送给你的新女朋友啊？不是 ，Lucy， 你找我有事吗？我回来这么多天了，才见过你一面，刚跟朋友在附近吃完饭，所以就来这等你了。这位是？啊，她叫子欣，我的一个朋友，这是 Lucy， 我妹妹。你好 ，Lucy， 我还要送子欣回家，你先自己回去啊。喂，不是说了让你自己回去的吗？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我一定要跟着你。我要送子欣回家，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？子欣姐，你这么漂亮大方，肯定不会介意的。我当然不介意了。听到了没？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闪石套来了。我今天的策划案顺利通过了，怪不得心情那么好。当然了，只要坚持努力啊，肯定会发光的。好香啊！来的正是时候，马上开饭了。下老板就有饭吃，好幸福啊！哎，帮我放到桌上去。啊。哎，小石头，画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。哎，别看了，我随便画画的。我看看怎么了？还是半成品，见不得人的。半成品怎么样啊？我都没看过你画的。我画完了，一定给你看。先去吃饭吧。好，走走走。